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兄弟连 Linux 视频教程，我是李明老师。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或者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和我做更多的技术交流。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继续为大家讲解第四讲 Linux 常用命令。这节课里面我们进入了第四部分的学习，关于帮助命令。帮助命令应该说是在常用命令的讲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来获得帮助，因为 Linux 的命令非常的多，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可能给大家介绍所有的命令以及所有的命令选项，但是可能未来大家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或者在练习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些我们没有涉及的选项或者没有讲解过的命令，那么怎么样能够获得这个选项的作用，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这些信息，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帮助的方式，那么怎么样来利用帮助帮助我们？ 来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这是我们这节课所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那我们首先也要再提醒大家一点，其实，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碰到不会的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不要马上去问别人，你应该自己先尝试，不断的去尝、去练习、去尝试，找到这个答案。通过 Linux 的一些帮助的方式，或者在网上搜索的方式，先去寻找答案。 那马上就去问别人，可能马上给你解答了。那其实呢，你的自己的印象并不会深。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想自己解决问题，那么在 Linux 系统里面有哪些帮助命令可以协助我们？这里面呢，我们最重要的就介绍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很好记，叫 man。那么你要想很好记一点，那就认为是男人的意思啊、哦。那在 Linux 里面呢，确实没有 woman 这个命令啊、哦。不过呢， man 呢，并不代表的是男人，而是代表的是 m a n u 手册页的意思。我们可以使用 man 呢来查看到 Linux 系统里面相关的一些命令和配置文件的帮助。尤其到提醒大家一点，有很多人都认为 man 呢只能查看到命令的帮助，这是不对的。其实 man 还可以查看到系统里面相关的配置文件的帮助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 man 这个命令怎么样来使用。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基本的一个应用，比如说呀，现在我想获得一个命令的帮助信息，那么你可以使用 man 加上命令的名称。像我们用的最多的命令就是 ls 了，man 空格 ls，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进入到一个帮助的一个页面。那你看到，它会告诉你这是一个用户命令的一个手册，叫 user commands 啊、哦。然后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帮助信息，包括介绍呢。 name 这就介绍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呀、啊，以及什么格式啊，然后等等，它所有的选项都是做什么用的，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介绍。那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它是类似于调用了猫或 less 的一个浏览方式，按空格就可以翻页，按回车可以一行一行往下翻，按 Q 呢就可以退出，就像帽一样的，就跟帽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大家要知道帽这条命令怎么样来去用？因为你在帮助浏览的时候，其实就是调帽来进浏览。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好，那么假设说呀，我们看到这个帮助信息以后，可能啊大家会有一点困惑，就是这个帮助信息里面呢，实在信息量太大了，你用空格翻了几页都翻不完。那么怎么看这个帮助？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 一般来讲，我们想要看帮助信息，看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第一种情况最多见的就是我看到一个命令，我不知道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慢来查看一下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慢来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慢 r ls，你会看到，基本上都是在 name 这个选项部分，也就是在这个帮助文档的最前面的位置，它会告诉你一行简单的介绍。 ls 命令是用来列出目录里面的信息的，你就一眼就能知道啊，这个命令大概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在 Linux 里面，如果你看到任何一个命令，你不知道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用的，你只要看帮助里面的第一行，基本上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信息。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命令的选项是干什么用的，你可以进入到帮助，比如说你不知道 r s 杠 a a 这个选项是做什么用的，你可以翻到这个位置，你看到。 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讲过，如果一个命令你不知道是英文原意是什么，或者它的选项你不知道英文原意是什么，你现在有办法了，可以看一下帮助。你看到它告诉你，杠 a 指的是杠杠 all 的意思，是显示所有的文件。它还给你解释了一下，包括呢那些呢以点开头的文件也不会被忽略。也就是说，以点开头的是在 Linux 里面叫隐藏文件。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所以杠 a 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选项的信息，但是这样太慢了。如果你想快速的定位到一个选项信息，用杠，比如说杠 l，哎，这个时候你看到只要是跟杠 l 相关的都会被列出来。那么你还可以按 n 来进行查找，按 n 来进行查找，找到所有跟杠 l 相关的选项，它都会很快的定位到这个相应的位置。哎，这就找到了。我们讲的最多的杠 l，ms 杠 l、MS。L, 表示用一个长格式来进行显示，对吧？所以 l 我们说就像是浪的意思。那么这个用法有点像我们在讲的 l i c e l i c e 里面我们可以在输一个斜杠，然后呢找你想要找的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说慢命令在浏览的过程里面有点像冒和 lives 的综合的使用。你可以用空格来进行翻页，空格或 f 来进行翻页，回车来进行换行。 q 来退出，可以用斜杠加上你要指定搜索的一些相应的关键的字符串。好，那么这是呢，我想跟大家讲解的关于命令查看的时候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我再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你记住，如果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命令，你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你可以用 man 加上命令的名称。比如说有一个命令叫 date，我们 man 加上 date，它就告诉你 date 是做什么用的呢？ name 这部分就告诉你了。date 呢是用来 print，一般来讲呢，我们指的是打印或者是叫显示，是用来显示和设置系统时间的、系统的日期和时间的。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用的。然后呢，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命令的选项是做什么用的，比如说我想知道 r s 的杠 d 选项是做什么用的，你可以一页一页往下翻来找到，或者很长的话用斜杠加上杠 d，哎，就可以找到杠 d 是 directory 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可以在查看某一个指定目录的详细信息的时候用，用 “-d” 杠这个选项，比如说 “ls -l d” 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一般来得到一个命令的帮助，无外乎你就是想知道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命令的某个选项是做什么用的。那么你通过我刚才讲解的方法，就可以很容易获得。不管你的英文有多烂，我跟你讲，其实你要看的英文帮助信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你只要看这部分就行了。 那你可以，实在不行装个金山金山词霸之类的软件。有的单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来查询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说过，其实计算机的单词，你只要每天背上二三十个，不出三四个月，你肯定都能看得懂这些常见的计算机英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很多人之所以学习 Linux 打退堂鼓，就是一道慢命令一看成篇成篇的英文就崩溃了。其实没这个必要。 因为你需要看的英文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那么我们来，这是 m r man 怎么样来查看命令的帮助？还有一个怎么样来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我们前面呢一直给大家演示一个例子，使用了一个配置文件叫做 /etc/services。那么用了这么久，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文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文件到底里面那些都保存了什么东西？那你可以用 man 来查看一下。 慢除了可以看命令的帮助，还可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慢来查看配置文件帮助的时候，千万不能写成这个样子，不能写成慢，加上这个配置文件的绝对路径，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啊，你得到的并不是帮助信息，而是它把这个文件都显示出来了。 我们在查看配置文件帮助的时候，只要用 man 加上配置文件的名称就可以了，直接慢加上配置文件名称，比如说这个文件名称叫 services 就可以了，不需要加它的绝对路径，这点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好，那么回车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帮助信息。同样，我们在查看配置文件帮助信息的时候，是想获得什么东西呢？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 services 文件。 我们在上节课跟大家说过，在 Linux 的配置文件里面，以井号开头的行都是表示注释。那么跳过注释，你看到在 services 文件里面列出了很多这样的行，这都保存了一些什么玩意儿呢？如果你不清楚，你不知道 Linux 里面一个配置文件它保存的都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慢来查看一下。哎，同样跟查看命令的帮助差不多。 如果你不清楚一个配置文件保存了哪些信息，你可以用看第一行 name 这个字段，它会告诉你 services 文件它是一个 Internet Network Services List，也就是说是一个互联网网络服务的列表文件。那么实际上在 services 文件里面存放了所有的网络服务它相关的基本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呢，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信息。一般来讲啊，在后面的内容里面，每个 Linux 的配置文件。 都会有关于这个配置文件的格式的介绍。以后不管你在 Linux 里面看到任何的配置文件，它看起来有多乱，它的格式看起来有多么的难懂，你记住都是有规律的。Linux 里面每个配置文件都是有一个格式的，每个格式它存放的是什么选项都是有规定的，它一定有规律可循。这个规律在哪儿呢？看一下它的帮助文档，哎，比如说。 我们在往后翻的过程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么一般来讲，在每个配置文件中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行信息，它告诉了你这个配置文件的格式。你看到它告诉你啊，这个配置文件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叫 service name，也就是说这个网络服务叫什么名称。第二个部分含了两个选项，一个是 port，一个是 protocol，也就是说端口和协议。 这个网络服务的名称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 HTTP 服务，就是我们平时上网访问网站的时候那个 Web 服务 HTTP。TP, 那么它的端口就是八零。什么是端口呢？如果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就像我们在家里面看电视，现在大部分电视都是只有一个屏幕，你看不同的台，你要换不同的频道。比如说我要看中央一，我就播一；我要看中央五，我就看五。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理解为那个频道就像一个电脑的端口一样。 我这台电脑，我可以提供很多个服务。我在我这台笔记本上面装了一个 Linux 服务器，我可以提供兄弟连的网站让你访问，这是八零端口的服务。我也可以提供一个 FTP 服务器让你下载我们的视频的教程，这是二十一二零端口的服务。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就需要有不同的端口，否则我这台服务器就一个 IP 地址，就像电脑就就像电视机就一个屏幕一样，你怎么知道你要看的是哪一个电视台？ 你怎么知道你要访问的是不同的服务呢？这就是端口的作用，就像那个电视机的频道是一个道理的。那么，所以它要有个端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传输协议。这个呢，我们回头啊，在网络部分里面会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讲解。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服务它可能有不同的传输协议。最常见的，像我们使用的就是 TCP 和 UDP。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做更多的介绍了。第四个就是它的别名。 Aliases 别名，这个服务可能有个别名，比如说它真名叫 HTTP，但是它别名叫 Web，啊，这是可能的。那么你看到只有这样四个组成部分，而且在下面还有详细详细的解释。Service name 下面还有详细的解释，这个我们就不看了。一般来讲，我们查看一个配置文件的帮助，你记住就看这两个方面。第一个。 这个配置文件是干什么用的？第二个，这个配置文件的格式是怎么样的？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 service 文件，你就会非常的清楚。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用来远程连接的这个协议，这个服务叫 SSH。你看到这个服务名叫 SSH，它的端口是二十二，它的传输协议是 TCP，它没有别名，不像这 FTP 还有个别名叫 SFTP。 但是它有一行注释，这是我们在上节课也提到过。注释也不一定非要写到前面，不一定非得像这行注释一样，井号开头写在前面。它可以把注释写在后面也是可以的，只要用井号开头的。你看有个解释，那么这里面呢，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个配置文件的基本的格式。好，这是关于怎么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简单总结一下，你要记住，我们使用慢来查看帮助的时候，可以查看两个方面的帮助，一个是命令的帮助，一个是配置文件的帮助。 查看命令的帮助，一般来讲就是看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看这个帮助手册里面最前面那一行，以及看这个帮助这个命令它的某个选项是做什么用的，可以用斜杠加上这个选项的名称进行搜索定位到那个选项。如果是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第一个这个配置文件是干什么用的，跟命令一样，看 name 那行，它会介绍你一句话的描述，告诉你这个配置文件的作用，以及呢往下看它一定会有这个配置文件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你就很清楚它每一行定义了哪些东西。所以，如果以后你在 Linux 里面碰到没有学习过的命令、不知道的选项、碰到一个配置文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这里面乱七八糟都是按照什么格式来排列的，都可以用帮助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慢命令，那么是我们在讲常用命令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好，那么还有一个小的知识，如果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配置文件叫 password，看它的帮助。 在 Linux 系统里面，我们后面会介绍有一个命令呢，叫 /etc/password 它存放了。既然叫 password 嘛，虽然它是一个缩写，它没有 o r 这两个字母，但是呢，它肯定存放了跟用户密码相关的信息啊。理论上好像听起来是这样。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的帮助，哎，打开帮助信息一看，很奇怪，它的写的是啊，password 是用来 update，就是升级或更新的意思，更新一下这个用户的认证呢，这样的一个密码。 往后看呢，你发现还有选项，这事儿好像就有点不对劲儿了。一个配置文件怎么可能有选项来介绍呢？那么，其实 p a s s w o r d、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用 Where-Is 啊，能得到比 Which 更多的信息。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Where-Is 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做过一个介绍，除了它可以查到呢一个命令的绝对路径，它还可以查到呢帮助文档所在的位置。 但其实它跟相比位置还有一点不同，它能查到啊配置文件所在的路径。你看位置它只能查到命令所在路径，而 as 还能查到配置文件所在路径。结果你发现，在 Linux 系统里面有一个命令叫 password，存放在 user b 目录下面，有一个配置文件也叫 password。那么这个时候你慢 password 的时候，我们说配置文件又不能加绝对路径，那么系统实际上优先查看的是命令的。 帮助信息在 Linux 里面，帮助文档是分成不同类别的。你看到这个帮助文档为什么叫慢一？然后叫 password 点一点 gz。这个为什么叫慢五？叫 password 点五点 gz。在 Linux 里面，需要大家最基本了解的就是两种帮助的类型：一个呢就是一，这一般都是命令的帮助；一个呢就是五，这一般呢都是配置文件的帮助。 这是大家作为了解要知道的。帮助类型里面有很多种，但是最基本的你要知道这两种：一是表示命令的帮助，五是表示配置文件的帮助。如果 password 既对应一个命令又对应一个配置文件，那么这时候呢，它肯定优先会显示命令的帮助。那如果你要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怎么办呢？很简单，跟系统声明一下。既然五是配置文件，你给慢 man 后面加一个五，意思是。 我要看配置文件的帮助就可以了。慢五 password，你看到这回得到正确的信息，它会告诉你 password 对应的就是密码文件，叫 password file。后面呢，你往后翻还会告诉你这个命令的格式是这样的。那么这是呢作为了解的内容，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知识点。好慢命令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需要大家掌握它最常用的用法和使用的一个技巧。那么这里面呢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的帮助命令。 如果呀，你说我只想查看到一个命令或配置文件，它是干什么用的？我不需要使用慢空格 ls 行不行？这看起来太麻烦了，打开以后显示一堆，然后看一行还得摁 q 退出。有一个简单的命令 what is，它可以直接只读取到这个命令 name 部分的信息，就这命令是干什么用的？what is 加上命令的名称，可以得到这个命令的一个。 简短的介绍信息啊，很方便，可以直接用 what is 加上命令的名称，就可以得到这个信息了。你看，我们如果查看 ifconfig，它会告诉你这是配置一个网卡。如果你只想查看一个配置文件的信息，那可以使用这个 iprops，o e 直接加上这个配置文件的名称，比如说 services，哎，这个跟 services 相关的比较多，那么直接看这个相对应的一行，哎，它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 Internet Network Service List。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命令来进行查看。比如说，我们经常是利用的这个 i n i t table，它告诉你啊，不要加绝对路径。它告诉你，这是一个启动进程的配置文件，就可以看到这样相关的信息。所以，可以使用 what is 加上一个命令的名称，只查看命令简短的信息。可以使用 apropos，直接加上配置文件的。 名称查看配置文件的简短信息，所以如果呢你是想只是方便简单的，只是获得这个命令和配置文件它是做什么用的？理论上呢可以用这两个命令来代替慢来进行浏览查看。这两个命令作为了解，大家可以知道一下。那还有一种需求，你说我现在呀只是想知道命令的选项，我并不想看到那些其他的一些像它介绍性描述性的语言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 一个命令的附加选项叫 “-help” 杠杠。比如说啊，我们如果呀，现在呢想看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可能叫 “touch”，我想看它有哪些选项，可以直接用 “-help” 杠杠 help 就可以获得这些信息。它主要会把一些选项列出来。touch 杠杠 -help，它不会像慢的信息那么长，它只会把一些常见的选项把它列出来，看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这是关于呢。 这个选项，杠杠 help，那么所有的命令几乎都可以加上杠杠 help 的选项，帮助我们找到它主要的一些选项有哪些，把选项列出来啊。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呢。好，那么这个命令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最后呢，我再讲一个简单的用法，大家知道一下慢怎么使用。比如说呀，系统里面有一个命令叫 date，可以查看到系统的当前时间。 但假设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是错的，写错了，我怎么办呢？你可以更改这个时间，但是更改时间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这个时间格式怎么写，你可以慢一下 date。哎，注意这个时候呢，这一行就告诉了你，除了前面时区我们不用管它，时间更改的格式就是。 在 Linux 系统里面，一般把时间的英文这样缩写：M 表示 month 月，D 表示 day 天，H 表示 hour 小时，M 表示 minutes 分钟，以此类推，世纪、年、秒。所以，如果呀当前的时间是错的，你可以参照现在我反白显示的这个格式来更改。那现在呢，假设说呀不是十点二十五，是十点二十七，那我就可以这样去改。今天当然，假设是三月十四号，改成十点。 第四位是分钟，改成二十七分。那么年如果没有错，可以不动。先想上世纪，二零一四年，世纪和年。然后秒呢？假设说是吉利一点，十八秒，就改完了。你看到时间就变化了。所以其实，在系统里面，你想更改你的时间，根本就不用死记硬背这个格式，你只要掌握慢的用法。我其实到现在都没记住这个格式，每次改之前，我就知道用慢来查看一下，就能获得这个信息。 所以慢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命令，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很重点的内容。好，那么有的同学呢，可能看一些辅助的教材，那么可能看到啊，还有一个帮助命令叫 information，i n f o information 的缩写。那么同样也可以获得一些帮助信息。其实呢，这个命令跟慢是大同小异的，只是在帮助信息的显示上面呢，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别，包括方式上面呢，支持一些跳转呢，只是这样。 根据你个人的习惯，你可以选择使用哪一个，并没有特别本质上的区别。那像我接触 Linux 比较早，早期的 Unix 也并没有 information 这条命令，所以我习惯于用 man。那么，如果呢你在用的时候，你发现哎 information 这种显示的方式我更喜欢，那你可以使用 information 就可以了。那么实际上呢是有这样的额外的一个帮助命令，那这个大家作为了解知道一下。好，那么这是关于帮助呢，我们大家所要了解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还有一点，这个大家要作为了解知道的，就是还有一个帮助命令特别好记，叫 help，这个比较简单，的，大家很容易理解，help 嘛，我们喊救命的时候就喊 help 呢。它的意思是啊，可以查看 shell 内置命令的帮助。不知道大家在听前面这集讲 Linux 常用命令课程的时候有没有留意？有的命令我们在幻灯片上写的命令所在路径叫 shell 内置命令。 首先，什么是 shell？其实所谓的 shell 就是一个命令解释器，也就是说，你现在敲一个命令，谁来把这个命令传递给内核，内核来返回一个结果，它再把结果显示给你看。那个东西呢，就叫 shell。形象的来说，就像一个外壳一样的。那么，它是一个命令解释器。在这个命令解释器里面，Linux 里面有好几个。那命令解释器里面有一些内置的命令，怎么判断是内置的命令？很简单，这个命令是没有找不到路径的。举个例子。 有很多命令是上内置命令，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的 cd，你看到 which 在找的时候，它提示你 no cd in，在所有的默认搜索路径里面都找不到 cd 这个命令。再比如说查看缺省的文件创建权限的 umask，你发现是找不到的。系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命令，它都是一个上内置命令。你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找不到命令所在路径的命令都是上内置的命令。 这些命令不能使用慢来查看帮助。你用慢一下 cd，你看到一堆的信息。但我告诉你，这并不是 cd 的帮助，这是 cd 当前呢我们使用的这个 shell 叫 bash，bash 它所所有的这个帮助信息都列出来了。你看第一段里面列出这些信息，其实啊这些全都是 shell 内置的命令，包括呢我们讲过的这个 cd。 包括我们讲过的 cd，包括我们讲过的 umask，包括我们讲过的 pwd，都是一个 shell 内置的命令。那么它最后写了一行，你看到它叫做 base build in 内置 build in commands。所以其实这并不是 cd 命令的帮助，而是呢把整个这个 shell 的帮助信息都列出来了。那如果你想获得一个 shell 内置命令的帮助，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使用到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帮助命令，叫 help。你需要使用到 help 这个命令。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你想查到 shell 内置命令的帮助，比如说 y o umask，你用 m y o umask 是得不到它的帮助信息的，还依然会显示这个 shell 的帮助信息。你需要使用到 help 加上 y o umask。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就得到了 umask 的帮助信息。其实 umask 没有太多的选项，有一个呢，我们讲过的叫杠大 S。如果有一天你忘了 umask，这个李明老师在前面课程里面讲，umask 如果直接敲，会看到一个特别蛋疼的结果，因为你不直观，不知道缺省的文件权限是怎么样的。但 umask 加上一个选项就可以了。不过你忘了这个选项是什么，怎么办呢？就可以用我们刚才的。 help 加上 umask，结果你一看，原来 umask 总共就这么两个选项。你就算用试的，也很容易试到 umask 杠大 S 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显示默认创建文件的权限的。所以呢，这是呢怎么查看像内置命令的帮助，很特殊的一个帮助命令 help，大家作为了解要知道一下。 我们之后学习这个 shell 编程的时候，它更加有作用。比如说，shell 编程里面我们可以使用最基本的语法。如果有听这讲座的、学过编程的同学，一个最基本的 if。如果你不知道 shell 脚本里面 if 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你只要 help 一下就行了，因为它都是一个 shell 内置命令，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在 shell 脚本里面 if 的循环结构它是怎么样来去写，包括它一些相应的解释，可以看得非常的方便。 好，这是 help 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命令。一般来讲，我们就用来查内置命令的一些帮助。是要内置命令帮助，和在 shell 编程的时候，如果忘了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循环语句的结构，或者 case 你忘记了，你可以直接这样来去查看，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这个信息。比如说 while 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这个信息。如果忘记了这个 while 的一个循环格式的话，好，那么这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为大家介绍了在 Linux 系统里面。 怎么样获得帮助？不需要大声喊救命，我们只要自己在电脑里面就能获得这样的信息。这是 Linux 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所以不要惧怕 Linux。Linux 本身它的开发者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获取的方式，可以让你在学习 Linux 的时候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命令，第一个就是慢。可以用来查看命令或配置文件的帮助。千万不要忘记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不需要写。 配置文件的绝对路径。那么一般查看的时候，查看的都是哪些东西？在长篇大论的帮助文档里面，一般我们查看命令，记住就是查看它最前面的 name 这个部分，看这个命令的作用。这个命令是用来干什么的？然后就是用来查选项，我们可以使用斜杠加上选项的名称，可以得到这个选项相关的信息，包括最基本的你不知道命令是哪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这个选项是哪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用慢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想查看配置文件，那么我们可以也是主要查看 name，知道这个配置文件存放了哪些信息，然后可以看后面的这个文件的格式，知道这个文件那么有哪些，它定义的格式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你看帮助要知道看哪些东西。如果只是想简单的看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的，what is 加上命令可以获得命令简短的一个介绍的信息。如果只是想 获得这个配置文件的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用 apple p o s e 好、哦，我们可以用 apple p o s e 直接加上配置文件，就可以获得配置文件的相关的信息，就可以获得配置文件相关的信息。那么，如果我们想获得一个命令。 只是它主要选项的信息，你可以用命令加上“杠杠 help” 来进行获取这个信息。那么额外呢，还有一个命令叫 “information”，它也可以跟 m n 一样得到相应的帮助信息。在之后给大家演示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想更改系统的时间查看的话，直接用 “date” 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更改，记住 m n 还可以这样去用，直接查找到这个命令它一些参数的格式，不用死记硬背就可以很容易查看得到。如果想查看需要内置命令的帮助，可以用 “help”。 记住什么是 shell 内置命令？这种命令最大的特点就是用 which 或 whereis 找不到这个命令所在的路径，直接用 help 加上命令的名称，比如说 cd 啊、pwd 啊、umask 都可以，就可以找到它的信息。像 umask，就像我举的例子一样，你不知道它的选项是什么样的，umask 直接用 help 查看一下，就两个选项，你很容易知道我们讲过的选项是哪一个，一个一个试也能找得到了。 另外一个，在学校编程的时候，千万别忘记，任何一个 shell 脚本，如果它的一个语句的循环结构，比如说 while，比如说 case，你不知道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在 shell 里面可以直接用 help，也可以查询到，获得这方面的帮助信息。好，这些帮助呢。我们在这节课就讲这么多，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课再见。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你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请关注“细说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